Striking。光是真实，影是梦幻。电影在光影间徘徊，人生在现实与梦境间游走。诉说有时候无需语言，流光飞舞，影像交替，平凡中的浪漫随之呈现。我们是远渡重洋的时光者，我们是客居他乡的电影人，在漂泊中寻找真实，在憧憬中雕琢梦想。正如眼前故事中的你，我们是渡客。渡客公社2015 Scene 1 Take 1。